人，还有一个一块钱的 coffee table。Hello， 大家好，我是雪人，今天我想带大家看看木居风格的家具，走，跟我来。现在我们来讲这个 feature wall。feature wall 在客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 feature wall， 你的电视这样子挂，然后你只有这个 TV console， 你就会看到很多电线，那个电线就很难看。你如果有一片 feature wall， 你的电视挂在这里，你的那个电线 wire 是从这里进去，然后从这边下来的。这个 feature wall market price 是2000多块，现在1800不用，999拿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沙发，这个沙发是有两个 recliner， 它的靠背是非常的舒服 support。现在699。你就可以把这套沙发带回家。这套木居风的餐桌搭配了 solid wood 的桌脚，还有 cinder stone 的桌面。这套餐桌 market price 接近2000，现在2000不用，你只需要花699就能把它带回家。这个木居风的床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床架，看着就非常的舒服。再来就是床垫，这个床垫它是 triple coil 的。重点来了，我们的木居风床架1299 market price， 再加上359915寸厚的床垫，一整套接近5000块左右。现在你只需要1599就能把它带回家，还有包括两个价值398的 memory foam pillow， 一个价值199的 mattress protector。你以为完了吗？还有一个价值199的行李箱，全部带回家。凡是购买任何家具，你都将获得一个精美的行李箱，赶紧预约哦。我们就在 MaxiHome Building Level 2 by Ubi Link。等等等等，还有一个1块钱的 coffee table， 只限2天，赶紧预约。